世事难料，总说热死人了，热死人了，还真有人被活活热死了。在《哈利波特》电影中扮演狼人的英国演员大卫·勒格诺日前被证实死在加州死亡谷国家公园中。有报道指出，他是远足途中去世。当地警方表示，他的死很可能跟炎热的天气有关，且怀疑他死后3到4天才被人发现。据说死亡谷是美国最炎热的地方，没有之一，夏季最高温度可达55度。勒格诺曾在《哈利波特》中扮演狼人首领芬尼尔·格雷伯克，他生前很注重锻炼，本身也是个拳击手，50岁的他相当健壮。这个